我们也，那有呀，哎，站着的，刚刚我后边走，还没有往那边走，刚刚就吃完了就把东西发了个，后来就那个，有些车有些那个袋子给了我一个来上，但完了钱他没捡嘛，就还骂起了，骂了上车才下去就是半个小时的事，二十个人那个，你是在嘛？反正就是嘛，而且是蛮拼的嘛呀，反正就嘛这样人嘛，反正就嘛那么开车啊，你个方向盘不得了啊。 把车开到嘉陵江里冲，我们的不是有啥人，反正也只有个浙江红旗，他不收本地人的嘛，那个民工，他应该是自带可以叫你没得嘉陵江嘛，我们这边，哎呀，哪个他妈是哪个字他骂哪个。 你等红灯的时候，不是有二十七块钱的不得？就他休息的时候，其他没谈，应该是窗子咋子刮开的嘛？ 所以这个乘客对这个也不满是吧？对对，没有，你看呢，还说重庆开始那么大个事，你何必激化矛盾呢？对不嘛？心里肯定有点委屈噻。哎呀，反正心里啊，你们有点啊，你们开车的时候，那个民警同事那个聊的两句嘛，真的是真的压力很大。这个今天的事情和这个这个这个东西，我突然就是嘛，毕竟他那么年轻。 时间多了，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手，反正公司的反正就是那样子教育我们，就那种噻。